生活无处不经济，狼眼看来不寻常。蓝教授，小鹏兄，今天是个好日子，深圳特区30年了。这30年可以说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有光荣，有梦想，也有漫天的争议。当下的一个争议也是这些年媒体所制造的话题，就是所谓深圳你被谁抛弃，这个抛弃论现在风生水起，而且还有很多人在关注说深圳叫特区不特了之后前路何方。那咱们财经狼也不能失语，咱们今天也评说一下特区的前30年，同时更重要的是建言一下特区未来路子的发展。再看一个短片。2010年8月26日，对于深圳而言是一个历史性的节点。30年前的这一天，深圳经济特区宣告成立，深圳人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一次次突破旧观念的束缚。1983年7月，新中国第一只股票由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发行，深圳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先行者。此后，深圳落下了新中国土地拍卖第一锤。同一年，深圳市临时工社会保险试行办法为外来工提供了做梦的资本与保障。前30年的深圳成为无数人的圆梦之城，任正非、王石、潘石屹等人从这里开始了他们各自的现代企业梦，开创了一个辉煌的时代。然而走过黄金时代，而立之年的深圳站在30年的历史节点上，却面临着特区不特的成长烦恼和转型阵痛。30年，从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小渔村成长到现在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史诗一般。那首先的问题要请教教授，这史诗一般的奇迹它的关键点在哪里？其实我最近啊，为了做这个节目啊，我们看了大量的报道，包括很多的专家学者、媒体的评论员呢，谈说深圳所谓特区不特的问题呢，看了以后啊，有个感觉，你知道吗？大家都没有抓住重点。比如说，过去深圳，比如说你看，政府机关少，比如说当时以前大概4个衙门，对，现在40个，好吧？还有以前包括什么金融各方面啊，90%的外汇你可以自己保留等等哈，还有利率的问题都是比较弹性机制的话，所以因此培养出一个比较好的为企业服务的银行，包括招商银行等等的。而且你看当时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创业者，好吧，比如刚小平你们讲的任正非啦、马化腾啦等等的哈，几十万就可以创业。因此我们现在谈到的都是这些技术性的细节，哎呀，深圳当时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些人会出来等等等等，为什么现在都没有了。因此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呢，包括我们应该鼓励创新，应该怎么样继续改革深化，当时话都是没有错了，可是这都是什么一个表面上层次的问题。我们呢谈深圳，我可以讲啊，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谈到深圳的灵魂是什么，没谈到人家成功的灵魂是什么，现在失败的灵魂是什么，将来你如何寻求灵魂，我认为是我们这期应该考虑的对象，好吧，考虑的题目叫什么是深圳的灵魂。我是觉得深圳实际上三十而立还应该仍然保持一种这个年轻人的那种冲劲儿。刚才教授说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深圳现在等于是这种冲劲儿没有了。他的这个30年以前的那种急行军的那种高速发展，他背后的那种动力没有了。有那个锐气没有了。锐气没有了。这个是我觉得是那个魂的东西。这个魂的东西如果没有了，你其他的这些都是表面文章。其实你知道锐气为什么没有吗？深圳当时成功原因是什么？你要晓得什么叫特区。当时包括邓小平有这种睿智啊，他是不一般的。他整个邓小平的思想啊，是谈深圳的差异化，而我们现在所有媒体谈什么？什么谈深圳的同质化？你完全搞反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差异化？你要晓得，当时邓小平提出一个口号叫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不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第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啊，坚持改革开放，对不对？好，那么在这种口号的驱动之下，你会发现深圳这个地方啊，是全中国唯一一个不受当时政治制度、政治气候所影响的这么一个城市。每一个人到那边去的话呢，追寻一个梦，包括什么，甚至包括领导过去、政府官员过去，都是一个梦的追寻者，好吧？当时的政府啊，是一个关怀型的政府，关怀什么？关怀老百姓的食衣住行，关怀企业家的创新。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这么好的制度出来。当你是一个关怀型的政府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去如何，或者用现代的话语叫服务型的政府。对的，我认为说我们目前真正缺乏的是这个关怀，好吧？目前的政府呢，各级政府他目前是追求的 GDP， 对，还是什么这个政府财税收入，目前政府基本上是看这个。那我请问你，今天深圳跟其他省什么不一样？你告诉我。而且其实刚才教授说到当年深圳的关键的因素，比如人才，现在深圳在人才方面似乎也没有优势，当年是孔雀东南飞，就是发财在广东嘛。其实我是觉得哈，就是刚才黄狼教授说到是一个政府和这个社会的关系，当时深圳是小政府，小政府到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刚才说的只有4个衙门，
现在很多政府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啊。实际上就是政府实际上管的少就是关怀，就是你不要去管它，实际上就是关怀。当时呢，深圳我的印象是，集中了全国的这些我叫有野心的人，就有想法的人都去了深圳，而当时这个深圳的这个土黄牛或者是这些工薪卓著的这些元老，也都是体制内的这些反叛者，包括梁湘啊、袁庚啊，都是在久受这个体制压抑的这批人，所以他的反弹非常强烈。然后那批去深圳闯荡这个江湖的这批企业家也好，一般的这些打工仔也好，他也是受这种旧体制束缚已久的这批人，他已经就是想在那里闯一片天地的这批人，就是我刚才讲的，这批人到了那里，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邓小平当初的智慧是什么？对，就像这一批人受旧体制压迫，这批人到深圳去能够释放他的生产力，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等于教授说到特区的特的核心点，但是差异化，对，它与别的地方不一样，由于了这种不一样，所以说叫圆梦之城嘛。对，刚才肖峰兄说到一批年轻人，其实不光是咱们小片里说的。对，你说这批年轻人他为什么到深圳的圆梦？因为到那个时候呢，才不受当时体制的限制跟束缚。我觉得那个时候可以比成是就是五月花号的那个，就是到美国的那个新大陆那种感觉，就是大家去遍插小旗啊，这个地盘就是我的那种闯劲儿。因为那个时候实际上带着一个任务，刚才说的这个特区之特啊，就是差异性跟体制这种差异性，实际上有一股暗劲儿，跟谁叫呢？跟香港叫，就我做给你看一看，我香港就在近在咫尺，我做一个给你看看，我也能成为世界之光。对，当时有这股劲儿，这股劲儿现在没有了。而且你看现在就是说，当时你这样说，当时的政府是个小政府，不过你要晓得，当时的政府对于人民的关怀，对于企业家关怀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一种契约关系。就是因为它这个城市是凭空造出来的，造出来以后就是你的双手和就是企业家的双手和那个一般老百姓的双手和这个政府一起来把这个城市打造起来的。那这样的话，这个企业属于大家的，而且那这一种企业政府官员都是融为一体的。也就是说，当时邓小平给了你一个作文题目，对，你写什么题目无所谓，你写什么内容无所谓，而且也可以失败。对，它是一个非命题的作文，非命题的作文，可以在一个空白的纸上你随便写文章。所以你把政府官员也好，企业家也好，老百姓也好，通通捆绑在一起了。他们要共同创造出一个有内涵的论文题目、作文题目。因此，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我帮助你，你帮助我，好吗？政府官员在这个时候你得到最大的满足，因为他一个政策可以帮助企业成长，企业成长之后呢，可以让这个命题更完美。而且这种体裁自拟的这种非命题的作文是可以或者得满分或者得零分，对，它有很大的。可是当时既容许你得满分，又容许你得零分。走到今天，似乎各个市，包括深圳这个所谓特区在内，都是命题作文了，对，都是统一的命题，都有一个评分标准。比如说 GDP， 对，我们现在怎么叫？我们现在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这个点。什么一个中心呢？以招商引资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啥？基本点呢？第一，以这个 GDP 增长为一个增长点，另外一个呢，什么税收为一个增长点？目前没这种情况了。你和广州、上海、北京有什么差别？你是一模一样的。那我请问你有什么特殊？所以今天我到深圳去，跟我到上海去有什么差别？那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各地政府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看今天的深圳啊，已经是完全变成一个和我们其他非特区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城市。所以叫特区不特，并不是指的税收方面，它的所得税两免三减。这个而更多的是他的观念实际上并不比其他地方有优势。对，包括刚才教授说到说深圳精神啊，其实更大的成了一个低成本创业，或者是一个可以不断试错的。而现在耳立之言的深圳，谁敢犯错呢？当年华为的任正非，当时从转业回来，到他太太那个南油集团下面的一个电子公司当一个副总经理，被公司开除了，对，联合了几个小兄弟，在一个南油新村的一个居民楼里创造了华为，几次失败，几次打拼，不光成了。我操！现在如果什么两百万没收回来，完了，我跟他妈判刑了，我跟你抓起来，我跟你说。你包括这个万科的这个发起，最主要倒玉米嘛，对吧？你像在别的地方，有可能就是按照这种投机倒把之类的，可以制裁你。包括现在这个说原罪啊，说这个联想的原罪有没有啊？那柳传志说，我有原罪啊，他当时就是带着一批人在深圳这边倒电脑。很多在北京做不了的事情在深圳就可以做，导电脑啊，对吧？北京中关村的电脑那时候全是深圳过去的，我有两个同学专门做这个的，做后来做得很大，就是因为什么呢？他给你了一个空间，给你了一个叫什么呢，就是只要没有规定的，法律没有规定的你都可以做，大家都允许大家去试错。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所有的人我们可以说现在更规范了，更规范了，对，你更规范，结果呢深圳就跟别人一样，也就老了。深圳比如说低成本创业，马化腾50万元吧，就可能创造了一个腾讯 QQ。对，而
今天五十万在深圳可能一个只能买一个首付一个卫生间，只能付一个首付，所以很多人在回还是比较差的房子。对，很多人回顾在这个回顾这个深圳的过程中，都不能避开刚才你提到那个，就是深圳你被谁抛弃这个帖子，这个人这是2004年的时候，2003、2004的时候，这个一部帖子，这个、当时是引起了万人点击，然后大讨论。最后当时是一个小伙子被深圳，他被深圳抛弃了，找不到工作，失忆了。然后就愤恨的写下了这个人叫我们采访过这个人叫我唯一狂，后来这个去当了记者，叫窝中孝，他的本名叫窝中孝。现在亚洲周刊。对，他现在去当记者。他当时呢，就是一个是有感于呢，就是他被深圳抛弃，还有一个呢是看到了大量的深圳企业北移，就是深圳的没有吸引力了。这里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城市，尤其是像深圳啊，他要想吸引年轻人，他才能够保持这个城市的活力。如果年轻人把它抛弃掉了，那这个城市的活力毫无疑问就没有了。而且、啊、我再讲一句话啊，就是说深圳当时的成功啊，邓小平的睿智啊，就是体会了一个所谓的差异化的精神。比如说一个电池为例的话，正负极啊，它都有极复特的差异，所以这个电池才有价值。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如果正负极没有差异的呢？这个电池就没有用了。好，那么目前深圳的问题，就是从过去邓小平时代所推动的差异化，变成了同质化。而且这个特与不特，其实体现在包括咱们上次聊城市化那些城市病，深圳与其他城市是一样的。刚才聊的这个住房居高不下，所以说网友自己的调侃，一个是说深圳你被谁抛弃，还有一个深圳你把谁抛弃。那是到了2009年和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什么深圳你把谁抛弃，所有年轻人的进深圳的门槛或者在深圳生活的门槛高居不下，包括各种各样的难啊，包括住房，包括就医，包括就业，所以年轻人肯定是被深圳抛弃了。那个、这个城市毫无疑问，这样下去的话就等于二三十年的年轻人，有锐气的年轻人跟深圳这个城市的命运的关系，对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就像一相当于是一个中年人，就开始有这个肚腩了啊，也不愿意去跑了，不愿意去动了，然后呢，开始考虑自己的下半生了。那这个城市是很要命的。而且当年说这个圆梦之城或筑梦之城啊，不仅是这些企业家，包括那些打工者，当时百万打工者下深圳。当时深圳有一个现象是90年代的安子现象。那个女孩安子，她是这个20多岁打工仔文学的，从那广东的梅州跟她的表姐穿着妈妈做的花布衣裳就来到了深圳。然后经过了若干年的打拼，92年被评为什么深圳十佳青年，写文章当董事长。他是从一个插件女工一步一步起来，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他能够成为一个城市的象征。深圳的一个口号就是从打工仔到董事长，这就是对当时很多人最有吸引力的一句口号。所以当时安子说一句名言嘛，说在深圳太活跃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太阳。就当年的深圳的一个景象。而且当时所有深圳打工者的一个共识是说，在深圳你只要付出，只要努力，就一定有收获。好，现在刚好相反，是光是一个房价就能消灭多少个马化腾啊。对，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印象很深的，在应该是在2005年、2006年的时候，凤凰卫视做了一个专题片叫深圳爱人。因为凤凰卫视它也是从深圳起家的，那期的那个主持是吴小莉。他就把这个城市呢跟那个年轻人呢比作是一种恋爱关系。那么恋爱关系在2003年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破裂，以前呢是这个是非常好的这种互帮互助，互相那个帮助，刚刚的话题，然后就是互相抛弃了，对对，要不然就是我被你抛弃，然后就是你抛弃了。因为啊，2003年之后啊，你发现了、这个很微妙，整个这个政治体制啊开始转型了。转移什么？和其他城市是一样的。哎，那个时候好像那国际民退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哎，对，这个时候那就是深圳持续下滑的开始。所以当时媒体有个用语啊，说这个当年是叫黄金时代，这段时间叫做迷惘时代，就深圳开始迷失了。这黄金时代是什么指？按照你刚刚讲的话呢，我们给一个更好的定义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说当时的差异化你怎么形成的？你就发现了，这是一种恋爱关系形成的。也就是说，你用一个爱啊，一个对别人关怀啊，融化的企业家、工人跟政府官员呢，大家在这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屋檐下，有很多畅想。哎，对，大家对未来很多畅想。而且当时大家去的时候，那是满地荒凉，都是土坟堆。而且你们发现了，在完整的幻想说，你不需要政府太多的干涉，四个衙门就可以了，然后推行的非常顺利。可是到了2000年之后，跟千千万万的婚姻一样，发现一刀斩断。当你切断恋人关系之后，政特区的优势就随风而去。郎教授刚才提到这个深圳当时创区之初的提到这个差异化，就差异化竞争，就这个差异化就是爱，这个差对这个对，就是恋爱关系的差异化，就这么简单。那么这个差异化和这个庞大的体制之间的那种关系啊，你要不然被体制同化，
要不然呢你去同化体制，让体制跟你一样，就看谁更强大，最后结果是被体制融化。对，我记得混沌理里边有这么一个，就是当一个个体想不被这个母体同化的时候，就有两个条件，第一自己足够强大，第二坚持的时间足够久，这样才能不被母体同化。你像那良乡啊，还有包括元庚啊，啊，包括这批这个这些去，他们都是受深受旧体制之害的人，有很强的那种反叛性，反弹很厉害的，所以他们那种冲劲啊，一直坚持到2003、2004年。包括当时来咱们节目聊天那个雨过刚啊，于老爷子，当时深交所创始人，他也是当时叫不拘一格战人才嘛，自己参加一个到广州的宾馆参加日语考试，就被选拔到国外去考察证券市场，回来就成为领导干部了。现在哪有这样子的呢？干部轮调跟别人有什么差别？那不都一样吗？他这个差异化啊，显示出来的就是你刚才讲那个爱啊，最后呢被在体制面前瓦解。而且我们说刚才一个关键词叫特区不特嘛，人才只是其中一方面，现在北上广的人才可能不比当年的深圳差。而还有就比如说金融啊，一直是开放的金融中心，是深圳引为自豪的，结果现在连重庆都能成为花旗银行的离岸，就是人家还不来深圳。对对对，哎，你别说这里了，不光说上海北京了，你们富士康都跑了，他也不留在这边了。所以你看深圳市委党校的副校长，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坦言，就说就算说是个深圳不特，最直观的一个经济数据都能看出来，我们说特区很大一部分在于结果，就是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结果真的近几年来天津的经济增长率就在16%以上了，深圳每年这个 GDP 增长率还只是11%，这个特从结果来往回推的话它也不够特了。再加上这个当时2005年的时候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鸿忠，当时也是曾经公开表示说深圳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明显受到四大因素制约，导致现在特区不特，土地咱们经常聊土地空能源和水资源短缺，人口压力，环境承载力，四大难以为继，这样的话就是特区不特之后前路堪忧。实际上我一开始并不是来广州的，我一开始想去深圳的，没去成，就是我可能还不够有野心，我判断自己啊。深圳和广州当时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深圳是一个既走的青年，然后广州呢是一个蹒跚的老者，就是他是一个体制内的这种老体制的一个老人，明显的是追不上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么几年下来实际上深圳跟广州差不多了，都有点蹒跚而行了，真的妈的，而相反可能广州有时候还比深圳还要走得快点啊，所以这种差异我会觉得一开始我会觉得哎呀很后悔没有去深圳，现在觉得哎呀去了以后也不过如此嘛，我估计可能我这种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我说刚才不管什么四大难题啊，什么税收啊，土地啊，这是表面现象，这都是就是内心的这种心态实际上是最大，就是他已经那种心态那种老人心态出现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而且问题是你这个老人心态怎么来的？而且老人心态就是因为你被体制所征服才产生老人心态。30年对于人来讲叫耳立之年，可能比较长的一个时期，但是对于城市来讲30年真的不算什么，它还是一个青春期还没有过呢。刚才说到这个双子城，其实这个就咱们可以做一个跨越太平洋式的联想，美国洛杉矶跟旧金山它也是双子城，洛杉矶当时也是制造业的一个重镇，后来也是开始华丽的转身，而且很大程度上洛杉矶就是在超越旧金山的基础之上成为了美国这个西海岸最大的一个城市。不过你要晓得洛杉矶所以能够成为洛杉矶是因为市长是民选的，这个市长民选之后呢，他跟整个社区呢它是融合在一起的，社区好它才能做得好。所以美国问题就非常简单，第一表面上看起来洛杉矶政府对于保护洛杉矶好莱坞文化不遗余力，甚至联合美国政府呢跟全世界各国打官司，包括跟中国，是不是甚至取得了很多国家包括英国等地的这个什么垄断发行权等等的嘛？为什么呢？他就是什么政府出面保护他的文化产业。那我请问你，他为什么保护？他为什么不追求 GDP 呢？为什么不去招商引资呢？啊，那他最初对这种所谓文化产业的爱是怎么来的呢？因为透过一个民选的政府把你捆绑在一起了，好吧？就像深圳当时一样啊，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的努力捆绑在一起的。因此，只要这个他的市长稍微有点创意的话呢，他会知道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好吧？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洛杉矶跟我们现在深圳一样，没有土地了，好吧？那我请问你，没有土地的话你如何开发，如何发展？比如他们有个时装区，时装区横跨82个街区，你想想看啊，在一个这么古老的在这么大城市里面你要横跨82个街区，你想政府要动多大的力量，要拆迁多大力量，赔偿等等问题，因此你要每一个业主去协调，每个业主那非常复杂的工作。那我请问你，洛杉矶为什么愿意做？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对，晓得吧？华为基本法里边有一条，就是土地和森林总有一天会枯竭的，但是人大脑里边的土地和
和森林是不会枯竭的。洛杉矶就是开发了人大脑里边的这个森林和土地。但是知道这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因为这些规划的人，包括他们的市长哦，他们跟洛杉矶的老百姓跟企业家还是维持在三十年前深圳的恋爱关系，你知道吧？对，这种词用英文词来表示 care 呀，操心的，非常 care 你。对，对，而且他就是要跟别人做的不一样，他就是一门心思要做的跟别人不一样。我们现在是被同化，所以他从一个所谓的同质化变成了一个差异化，好吧？那我们深圳呢，是从一个差异化变成一个同质化。所以，比如说到洛杉矶，你会发现洛杉矶跟纽约、跟旧金山、跟华盛顿都有不同的一个功能定位，都是差异化。它实际上最后它还是有 GDP 的，就是说它只要是就是把这个刚才说的这种关系跟企业的关系跟社会的关系维护好了。09年洛杉矶一个市的 GDP 跟广东省一样多 ，GDP 是顺带而来的。那我们现在倒过来，我们是。为 GDP 而哎，对，我们的 GDP 啊，他们到处拆，到处建，对，我们是完全两回事，反而把这关系给搞砸了。那你就是因为这，就是因为这种态度啊，因此你跟企业非常的疏离，你也不太在乎他了，你不 care 了，对，你不 care 就完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说，今天啊，只要我们这个深圳市政府啊，你这个态度不改变，对，你还是追求 GDP 等等的话呢，我跟你讲，这个恋爱关系不可能恢复。如果不能恢复，你不会有个新的深圳。对，这个 care 只是一个手段，最终目的是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你在乎。你才会去营造这环境。对，如果你根本就不在乎他的话，你有你别的目标的话，你就不会去管他了。所以目前深圳就是这个危机。深圳面临的一个处境跟洛杉矶当年是一样的，就是所谓制造业衰退啊。包括你看最近很多金融人才、制造业人才开始北上，所以他现在要转身呢，就是多培养马化腾和任正非，靠英雄来救赎，你必须把他当成恋人来在乎他，对，你才能够培养。那我请问你，如果你不再是恋人关系呢，你不可能再培养。现在深圳是要打造的新世纪三个支柱产业，新能源、互联网还有生物医药，他把这三个作为三个支柱。你说这个和我们上海是有什么差别？和江苏这样什么差别？他们都在打造这几个，你有什么差别？你深圳有什么特殊的？你告诉我。你去那个所有的一些高新区也好，开发区也好，都是登堂入室。高楼大厦，很宽的马路。实际上我宁愿就是我去深圳是八八年嘛，八七年还八八年，就是宁愿看到是一个比较乱七八糟但是很有活力的城市，而不是看到一个登堂入室的城市，高楼大厦，冷冰冰的那种界面啊。所以这个就是双子城啊，年轻人实际上不喜欢这种广州跟深圳的一个区别。很多人喜欢广州不喜欢深圳的原因就在于深圳三条笔直的大马路，积木一样的城市，摩天大楼，现代化的建筑，中关村也是一样。马尔库塞说那个单向度的人呢、啊，说那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变成了一个冷冰冰的笼子，每个人都是一副面孔在这个城市里生活，没有任何的趣味了。对，你看所有的这些创意型的公司，包括高科技企业，你看他的办公室都是乱七八糟的，他一定是在一个比较乱但是很有活力的这种氛围下，就所谓的创新的生态，有了这种生态以后才会有新的意念出来。就是说你再把这些东西撤掉，光是单纯的把一个什么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拎出来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教授看来环境没有了，所以在教授看来即便是比如说刚才说的互联网、新能源和这个生物医药，它也是进入了一个命题作文的窠臼。就是啊，就是它也在迅速的拥抱这个同质化。哎，对对，刚才说到这个双子星城啊，也说到这个洛杉矶和旧金山啊，这种关系实际上国内呢有很多这样的关系，深圳和这个广州，然后青岛和这个济南，大连和沈阳，北京和天津也算，北京和天津，还有包括以前的就没有分开之前的，就是这个成都和这个重庆，都是这样一个老大和老二的关系。老大呢比较傻乎乎的，但是比较稳重，老二呢就比较精明，腿脚比较快，比如说青岛、深圳、大连都是属于腿脚比较快的那个老二，老二就应该比老大跑得快才行，这个家呢才觉得这一个手内一个手外哈，一个宫外，就这个家呢才成为一种配合。现在变成什么呢？老大老二呢一样了，都愿意窝在家里头，不愿意出去。那好了，那通知啊，对对对，这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所以深圳我觉得如果给他一个建言的话，应该二次发育啊，就是下一个三十年应该二次发育，而不应该到了而立，还应该继续保持青春，在一个新的起点再次闯一把。因为很多人可以啊，你是按照我们节目里面所讲的啊，官僚体制你再次退出，你给深圳一个完全的活力，你不要再谈发展什么什么什么创意，你都不要谈，这都不是你政府该谈的事儿。你政府应该给深圳一个最良好最优秀的投资营商环境，让他们自己想发展什么，让他们自己思考，像三十年深圳一样，你不要又来命题作文，对吧？深圳市委书记王蓉在人民日报刊文，他自己就说用一个字来评点深圳的过去的三十年，就是闯嘛。对，一个是闯刚才说的旧体制的一个樊篱，然后是理论的一个盲区，还有一个当时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一个难区，他闯了这个几个区，最终才成
成就了当年今天的深圳。所以说未来刚才说这个所谓二次发育，其实就是再一次闯。再一次闯的这个闯嘛，一个门子里边一个马嘛，这匹马以前是这匹马已经跑出这个大门了，现在这个马又跑回来了。这问题是这个马先必须要让它再跑出去才行。那问题是它怎么让它出去？对。